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谈谈刑术，谈谈刑术。我们平时经常说呢，连笔字啊，连笔字，实际上这连笔字呢，指的就是刑术。刑书也是汉字的五种字体之一。过去人常说呢，楷如隶，行如行，草如奔。这个行呢，就是走，是吧？就是行走。行书呢，也是产生在汉代，啊，也是在竹简当中逐渐的出现的。行书的结构啊，按照它结构来分呢，就是它接近于楷书的叫行楷，如果接近于草书的呢叫行草。下面我们写一个看一下，比如这个字是吧，鱼字，这两个字，这个呢接近于楷书是吧，叫行楷；这个呢接近于草书，叫行草。它大致呢行书这有这么两类。实际上呢，一般的来说很难划分，很多作品来说呢，它里边又有行楷又有行草，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。我们学习呢，可以说重点是学习行草，啊，学习行草。为什么重点学习行草呢？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如果是行楷的话，很重要的一点就你必须得有楷书的基础。就楷书的基础打好了之后，是吧？然后你写的快一些，中间连笔多一些，啊，再有些省略，这就是行楷了。如果没有楷书的基础，学行楷是很难的。但是行草呢，有些不一样，因为它里边有很多草书的成分，而草书从它的运笔方法到它的笔顺到它的结构等等呢，和楷书呢距离比较大。如果从成年人学书法的角度来说，比如说想专心学习某一种书体，啊，有的朋友也经常问，就是说学什么好啊？我总是说呢，就是学行书，学行书。你要专门想学一种书体，提高自己平时啊，包括日常书写的水平，还是学行书。那有的朋友就问，是吧？我学好了楷书之后才能学行书？那不一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运笔的方法和这个结构的特征和笔顺呢，都有很多不同。学好了楷书，你要再写行草不一定就能写得好。当然有这基础呢，学起来容易一些。啊，没有楷书这个基础呢，学行草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从历史上来说呢，行书啊比较著名的主要有这么几家。首先呢，是王羲之。王羲之呢，大家都知道是属于中国书法史上称为书圣，是吧？书法的圣人。他在行书上呢有很大的贡献。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法作品啊，书法作品比较著名的，比如说兰亭序啊，比如说这个他的凤菊帖，看这个凤菊帖啊，何如帖，都是王羲之书写的。兰亭序呢接近于这个行楷了。他的作品是吧，如果从学习的角度，最用的最多的范本呢，就是唐代一个和尚怀仁集字的一个作品，就叫集字圣教序啊，就是这个作品。这个作品呢啊，字的数量多啊，数量多，对于学习单字来说呢是很有帮助的啊。一般的学习行书要找这个学习的范本啊，都是讲这个
推荐这个《圣焦序》，而且后代很多书法家啊，包括这个，比如说这个赵孟頫啊，啊文征明啊，行书都写得非常好的，他们都是从这个《圣焦序》下了开始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所以他王羲之在行书上来讲，可以说第一个是吧，写得很典范的这么一位书法家。那第二位呢，就是宋代的米芾啊，宋代的米芾，他是同时也是画家啊，同时也是画家。他的书法呢，在行书上有了很大的创造啊，有了很大的创造。我们看王羲之的《圣焦序》呢，它里边很多接近于楷书的写法，在结构呢等等特征上呢，都有这个和楷书接近的地方。而米芾呢就不一样啊，比如看这一幅作品啊，这是米芾的写的一封信啊，写的一封信。从他这个作品看呢，他的行书和王羲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，其中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打破了这种对称。字的下部啊比较开张啊，比如我们看这几个字啊，共字、菜字、气字、谢字、开字、狼字，它下部呢都非常开张啊，显得很潇洒。同时呢，它也有意识的调节字的比例啊，本来呢有些长的它是变短了，有些短的呢却长了，这个打破了常规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线条的变化比较多啊，线条的变化比较多。这是米芾最著名的一个作品，就是《蜀素帖》，这是他在旅途当中呢写的一幅作品。这幅作品呢就比较鲜明的代表了这个米芾书法的特色，所以他的影响比较大的呢，第二个就是米芾。他的字比起王羲之来讲呢，这个姿态啊更足啊，所以后代呢学习他的行书的也比较多。元代行书作品啊写的比较好的呢，就是赵孟頫啊，赵孟頫。赵孟頫的行书呢写得非常漂亮啊，我们看他这个作品。他的这个作品呢，从字形上来看呢，我们一般人一看呢觉得比米芾的呢还要漂亮，因此喜欢赵孟頫这个书法作品的人呢也非常多。他的作品主要是结构上啊，主要是结构上非常漂亮。从线条变化上来讲呢，比米芾啊就差距比较大了。明代啊行书写的影响比较大的呢，就是文征明。这是文征明的作品，他的作品一个重要特点呢，就是结构上啊比较宽，用笔啊比较细啊，比较细，比较秀气，和赵孟頫相比呢，少了一点圆润的东西。这是比较著名的啊，影响比较大的呢，这么几家。对于现代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一家，就是王铎啊，就是王铎。由于这个建筑的变化啊，书法作品形式的变化，就是在明代呢出现了一些大的挂轴啊，这个作品写得很大。原来的行书作品呢主要是写一些书信啊，写一些诗稿，后来呢就变成了大的挂轴的形式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王羲之的这种风格啊，包括米芾的这种风格呢，如果是不变化的话呢，写大就不好看。在这种环境下啊，
这个王铎的行书啊就出现了。他就是这个看他这个作品啊写的这个诗稿，这个线条粗细变化比较大，经常还有一些所谓讲的阴的莫嘎的啊，但是他对于整个作品这个轻重的调节啊很有作用。因为现代人的作品也是写这种挂轴的形式，所以呢他的这种风格呀影响就比较大，他的作品可以写得很大气啊，可以写得很大气。这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几家的情况。那么行书有什么特点呢？行书有什么特点呢？行书最主要的特点呢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名称上边的第一个字就是行啊，就是行。所谓行呢就是走啊，所谓走呢是指运笔的时候要这个笔呢动作，运笔的动作要连贯啊，要流动啊，不能像楷书那样啊，不能像楷书那样。这个所谓流动呢就是笔和笔之间啊要联系的比较紧密啊，有的时候呢是不带啊这个线条啊，很多时候呢是带线条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楷书是吧，运笔它笔是往上提，一个抛线式的下来，而行书呢就不一样，行书这点有细微的线条连接，这个讲叫牵丝是吧？牵丝啊，牵丝。所以它这个特点表现为什么呢？就是运笔动作一笔接一笔连起来，不是抛线的形式，而是平行的就过来了，因此常常在这个纸上是吧留下这个线条。在字的表现形式呢，就是线条之间是连接的啊，连接的啊，这是我觉得这是行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啊，就是行。表现在结构形式上呢，就是行书的结构形式，尤其是行草的结构形式，就是不是那种静态的是吧，而是动态的。比如我们看这个字，刚才我们写这个呢还是属于行楷啊，下面看一个行草。本来这个大是吧，楷书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它还是静态的平衡的啊，那到了行书上呢就是张开了啊，张开了。再比如啊，这个结构形式整个是这种形态，给人一种动感啊，给人一种动感。所以学习行书，我觉得理解这个行非常重要啊，理解行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理解了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学习笔法的时候啊，学习笔法的时候不能孤立的来学啊，不能孤立的来学。比如说这一竖，啊，这一竖，啊，这一竖，啊，我们再写一下，
点呢有一点小弯，是吧？有一点小弯，它是这么连接过来的。有的呢把它单提出来来学，让练习这种基本笔画，是吧？作为一种单独练习来练，这就不必要了啊。再比如说这个大字，生肖序里边有这个大字，最后呢这是带一个小勾，这一点这个呢如果作为一种笔法单独来学，是吧，也是没有必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之所以带勾，是因为它要和下边这个字连接连接。因此呢我们在学习行书笔法的时候呢，就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要孤立的来学某一种笔画，而是要给它连接起来来学。比如说这个笔画啊，就一定要和上一笔连接起来学，即使这个线条粗一点，是吧，连的粗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也是对的。不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单独来学这个，是吧，单独整天练这个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就是我所强调的，就是理解这个形啊，理解这个形对于学习笔法呢就有很大作用。而且行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自然，就是要自然，就像我们平时那样随意写字一样。历史上著名的行书作品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兰亭序，它是在文人一起在这个兰亭聚会啊，喝酒，据说是王羲之喝了很多的酒啊，然后呢写的这个作品，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写的啊，说醒了以后呢再写了很多遍都不像，都写不好啊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。像这幅作品呢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啊，在安史之乱当中啊，颜真卿啊他的侄子被叛军呢杀害得很啊很悲惨啊。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，是吧，颜真卿呢写了这篇文稿祭祀他的侄子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在一种祭奠亲人的时候，颜真卿是一种什么心情啊，他肯定呢不是说在想像今天一样，是吧，我是在写一幅什么作品啊，不是，而是一种十分悲愤的一种心情，是吧，不加思索的顺着自己的思路就这么写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这幅作品，它的线条很自然很流畅，而且越到后来运笔的速度越快，对于这个他的心情啊，可以说是体现了他的心情，被称为呢天下第二行书。实际上呢，我认为他的这幅作品那种打动人的力量要远远的超过兰亭序啊，要远远的超过兰亭序。如果从技法的角度来说呢，他的技法他线条的变化也远远的超过了兰亭序。还有一幅作品就是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，这是在苏东坡被贬到黄州的时候，是吧，写的一幅作品，也是写的自己的诗啊。这幅作品呢也是一幅很著名作品，也是在一种忘情的状态下才写的。所以这个形呢是属于一种自然的形，忘情的形，在一种下意识状态下的形。因此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，就不要过分的这个拘泥于它这个转弯是怎么转的呀，连接是怎么连的，不要，而是呢要很自然的，是吧，只要知道它这个互相之间连带关系，就自然的来连，这样学习呢
效果就会比较好。这是第一个特点，形啊，在运笔表现上就是要连贯，啊，在线条的表现上呢，就是中间有一些牵丝的连接，啊，具体连接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它是怎么连接的，这个笔是怎么运行的，这个我们下边呢还会要讲。行书结构的特点，啊，结构特点或者说结构的一些原理呢，和楷书有什么差别呢？在楷书当中，我们讲了七条，啊，七条结构的原理、结构的原则，比如说形态准确，啊，比例适当，主次分明，啊，分布匀称，啊，重心平稳，穿插呼应，啊，参差变化，这是楷书，啊，所讲的。这些原则呢，同样适合于行书，只不过有所变化。行书也有一个形态的问题，是吧？我们看这个字，啊，这个字啊，同样也有个形态的问题，就是上边宽，是吧？下边窄，也是个梯形。啊，再看这个字，啊，也是这么一个形状，是吧？也有个形态问题，只不过呢，就是楷书的这些原则在行书当中啊有所变化，啊，有所变化。这个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最突出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最突出的表现在呢，就是它的形态和楷书所不同，表现在它并不是很静态的一个梯形或者三角形。啊，往往是有些倾斜，它的比例不一定是常规的比例，啊，局部呢是合乎比例，但总体上呢，它要打破这种均衡。主次更加突出，是吧？分布是局部的匀称，总体的呢，一看又不是很匀称。它更重的是什么呢？行书里边更重的是从不平衡当中去求平衡，在不稳定当中见稳定，啊，在不稳定当中见稳定。具体的，我觉得可以归纳为两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行书的结构形态啊，是以侧多姿，就是它不是正的。不是正的，而且呢，姿态呢有多种多样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线条的分布疏密分明，啊，线条的分布疏密分明。什么叫疏密分明呢？就是密的地方特别密，而疏的地方呢又特别疏，啊，不像楷书是吧？间距呢要匀称是吧？这个匀称是总体上都要匀称，啊，总体上都要匀称。它呢是局部看是匀称，但总体上又不是很匀称，啊，虽然不匀称，但是呢又不难看，就是在一种矛盾当中啊形成了它的特点。这两点是最主要的，啊，具体的内容呢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给大家具体解释。下面我们继续讲行书这个结构的特点，啊，刚才讲的就是结构形态，啊，以侧多姿，啊，线条分布疏密分明，啊，下面我们先看几个字。这是楷书，这是行书，啊，它整个呢是往上斜的。
楷书的楷啊比较端正。而行书的呢，也是，以侧多姿啊。这是凤字。端正的，而且两边平衡的。而行书的，整个呢，它这个是吧，是往下来的，然后这个呢又往上去，撇低捺高。我们只有和楷书啊对比一下，就能看得更清楚了。这是楷书，下面我们看行书。这是行书，楷书呢，整个是平正的。而行书呢，都是往这边斜的。从形态上来说，这个楷书是一个对称的一个菱形，而这个行书，它基本上是不对称的，是这种菱形，啊，这是结构形态上的啊特点。那么从这点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笔画的特点是什么？笔画的特点，简单说就是横，没有平的，啊，横无平，是吧？这是最突出一个特点，都是要往上斜。撇捺，凡是有撇捺的地方，都是左低右高，啊，左低右高，这样给人一种动感。其中呢，线条分布一个最主要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疏密啊，疏密一定要非常分明。在这方面呢，颜真卿的行书啊，特点非常突出啊。我们看这几个字。看这个锁字是吧，这一圈是密的，而中间这儿呢，中间这儿呢是非常疏。亭字是吧，中间也是留了一个大空，固啊，固定的固，线条啊，主要的线条都分布在右侧，这点留了一个大的空白是吧，上。右上右边这儿呢留了一个大的空白，同是吧，右边呢留的空白，这边是密的。线啊，这个线字中间这一条是空白，但是它姿态呢都是往这边倒的，所以它也显得是稳定的。这个镇啊，镇字中间啊，这留的大的空白。这个序呢就更突出了，
这个空白留的非常大。这个青字也是两部分之间留大的空白，但它的线条都是往上斜的，都是往上斜的，所以它这个线条分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要这个横不要平啊，然后就是疏和密的对比呢要突出，要突出。刚才看到颜真卿这几个字呢，它主要是中间是吧，字的中间这一部分呢突出的一个空啊，空间比较大，所以它字的整个整体给人一种非常宽博的一种感觉。而我们再看米芾的这几个字，比如这个气字、谢字、开字、狼字，它们的下部开张空白比较多啊，所以显得非常潇洒。这就是疏密的对比，一定要突出。如果这个字没有疏密的对比，那么就没有神气，就显得比较矮板。尽管你的连也是连上了，但是呢是比较矮板的。比如我们看这几个字啊，对比一下啊，这点呢，这半部分呢比较空是吧，这点呢比较密，而这个呢云的啊，两边是云的，它就显得比较死板。再看这个有字，这一个大的空白啊，大的空白和这个线条呢形成了一个疏和密的对照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这点虽然也是是吧一个空白，但这点也有空白，这个字就显得非常蠢。再看这个青，刚才我们看到颜真卿写的青是吧，他这点呢是个空白。如果把这个空白挤掉了啊，写法上都一样，但这个字呢就显得非常小气。真啊，这一块大的空白和这个线条形成了一个对比啊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显得格局非常小。这是疏密的对比是吧，我们在观察行书结构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是疏是吧，空白地儿是在哪个位置，密呢是在哪个位置。还有一个就是运笔的节奏啊，运笔的节奏就是运笔不能是匀速的是吧，如果是匀速的呢，如果这样的呢整个就这个字就没有精神，字就没有精神。这样字就没有精神。一定要有轻重快慢的变化。这个轻重快慢的变化呢比楷书呢更加突出。主要的线条一般要重。是吧，速度相对来说慢一些，而连带这部分要快一些啊，连带这部分要快一些啊。我们再看几个字，这是连带的部分是吧，一定要有快慢的变化是吧，这是轻重快慢的变化。行书结构当中啊还有一个
需要注意的就是他这个笔画，因为连写比较快，啊，出现了一些省略的笔画，啊，出现了一些省略笔画，这是自然出现的，啊，自然出现的，和草书完全用符号代表呢不太一样，这个呢我们学习的时候要注意，啊，举几个例子来看，比如这个初。这是楷书，是吧？楷书，而行书呢？这边两竖在这点都没有了，只是一折就折过来了。正，下边呢是个止，行书呢，两点就把这个止代表了，这实际上呢是草书的一个写法。贵，行书，这里边两横是吧，画一个小圈似的，啊，就减省了。月，一横，两横。这是不是小圈了，一个三式的是吧，就变这两横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形状，这是行书经常用的一个线条。地，看行书，所有这些笔画，这个点儿，这两个点儿和这个点儿，是吧？完全是由这些曲折的线条，是吧？给代替了。长。这是楷书，看行书，也是完全由曲折的线条代替了。刚才地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只不过呢，头不一样，这下边这一半部分，这半部分完全一样。玉，这是一种写法，另外一种写法就是这样的，啊，这是结构上的呢，经常有一些省略，啊，经常有一些省略，这种省略呢是为了连的方便，是为了连的方便，比如像长啊、地啊，完全是由这几个线条带下来，并不妨碍辨认。再一个，行书的笔顺啊，行书的笔顺和楷书呢也不完全一样，也会出现一些变化，这个变化也是为了连的方便啊，也是为了连的方便，比如这个四，
楷书是这么写啊，先写一横，先写一横是吧，再写一竖，再写这一横。行书呢，先写一竖，我们看到了，先写一竖，然后横写过来。为什么这么写？是因为先写如一竖之后，这些就完全可以连上了。再比如这个青是吧，也可以青先写两横竖，然后再写这个啊。行书里边是吧，先写横然后转过来，也可以呢先写三横一竖是吧，下来是是行书呢，是这一竖啊，就把这个连下来了。它为什么呢？就这两笔是吧，就写下来了。再比如和，正常的呢是这么连。是吧，但是呢先写撇然后写这竖钩是吧，连上来是吧，阳一种连法，笔顺完全一样，是吧？另外一种跟这个差不多，也是，是吧？横直接就是竖，然后两笔下来，是吧？米也类似，米竖心旁也是啊，竖心旁也是。第一笔是吧，楷书写这一点，第二笔写竖，第三笔写这一点是吧。而行书呢，第二笔先写这点是吧，然后绕上来，然后绕上来，这是这个行书的笔顺呢和楷书也有所不同啊。这是我们讲的行书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特点啊，最基本的一些特点。那么行书怎么学习呢啊，如何学习行书呢啊，当然一个方法呢就是要选择自己啊学习的范本。这个范本呢最好就是自己喜欢的，首先是啊，不论是哪一家的自己喜欢的。第二呢就是学习这个基本的笔法，这个基本的笔法是吧，不要孤立的来学啊，不要孤立的来学啊。比如说学点儿啊，学点儿不要单学一点啊，而是呢把相关的笔画连起来来学啊，比如说这一点儿，不要孤立的学这个啊，整天练这个是没用的，而是这两个要连起来，这个形态
是吧？每一次写不一定一样，但是呢，一定要连起来啊，一定要连起来。学横也是，是吧？不要孤立的学这一横，是吧？带钩横，给它归纳为带钩横，这不行，是吧？不行，而是呢，连起来，啊，连起来学。我们把这个行书的连笔呢，归纳了一下，啊，也是有若干的连接的方法，啊，这个下次呢再跟大家介绍。这最后呢再介绍一个，就是学习行书很重要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摩贴，啊，就是摩贴。这个摩贴呢，并不是单纯的摩，古人讲是吧，临帖易得古人笔法，摩贴易得古人位置。实际上呢，摩贴也能够得笔法，是研究性的来摩。你比如像为了看得清楚呢，我们把这个双钩了，这是王羲之的一个这个丧乱帖里边的，就可以看这个笔下去以后怎么样下笔才能够出现这个形态。它就是侧锋下笔，然后抹过来就出现这个形态，从这儿以后又过来以后又这样下笔又抹过来啊，这实际上就是在研究笔法啊，就是在研究笔法。再看这个手，这中间这一点连得非常的细，但是又有力度，它也是这样的，抹过来以后笔这样一停刷过来，是这样过来的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它是这个笔怎么写，是吧？怎样下笔，怎样倒笔，它才能够出现这个形态。这个呢，就是在连接，就是在研究啊它的笔法啊。因为王羲之的这个笔法和后代呢有很大的不同，是吧？再看这个乱，它线条变化比较多，是吧？后代我们在作品当中，后人作品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笔法，比如这个乱，是吧？它这个笔这么侧着下的，然后到这儿以后，这样，再抹过来又倒，是吧？你看，然后上来这个笔这么上来，过来以后，侧着下来。看这个位置很细的，是吧？很细的，这个它实际上就是这个顺着带过来以后，这个笔这样下来啊，这样下来，这就是啊读帖啊，这就是读帖，就是在研究这个笔是怎样写才能写出这个这种这个线条啊。这样的摩帖呢，就不单纯是在磨这个形式，而是呢在研究这个笔是怎么摆动的。很多人强调写字要笔笔中锋，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一磨，就发现这个笔非得要摆动，而且要侧锋不可，这样就学到了东西，那就学到了东西啊。所以呢，我认为在学习行书过程当中，这个把磨帖作为读帖，作为研究笔法结构一个手段来讲是很重要的。下节课呢，我们具体讲行书的连接方法。这次呢，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行书。在上次课里呢，我们讲了行书的基本的特征。在这次课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行书的基本笔法。所谓笔法呢，也是起笔、运笔、收笔。但是行书呢，由于运笔速度比较快，就是笔画和笔画之间呢经常有连接，所以我认为呢行书的基本笔法
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个就是提案转折，另外一个呢就注意运笔过程当中的轻重快慢这个节奏。作为行书笔法的基础，主要是行书笔画之间的连法，连法。因为我们如果从一个字来看呢，每笔之间呢主要有连接，这个连接有的呢可以从笔画之间的这个线条啊，连接的线条来看到，有的呢看不到，但是呢运笔的路线就非常重要啊，运笔的路线非常重要。我们把行书的基本连法呢归纳出来一些有代表性的，现在就给大家介绍。先看点儿，是吧？点连横啊，点连竖啊，这类的啊。先看点起笔的，点连横。写完点之后，要迅速的写一横啊，迅速的写一横。这个注意呢，如果慢慢的分解来看，这落笔的时候要重，然后迅速的向横起笔的方向运笔，自然的它这点这一部分就细啊，这个铅丝这部分就细。再看一遍啊，点连横啊，你比如像盐呢啊，就是用的这种啊点连横，主要注意这点重和起笔这要重，中间要轻要快。点连竖啊，点连竖，一个是向下连啊，向下连，这点重非常快的下来，起笔的时候竖的起笔的时候要重啊，要重，这是点连竖啊。一种呢是横向连的啊，你比如说点完之后向上挑啊，向上挑，向上挑，也是点要重，挑的时候要轻，竖的起笔呢一般的就是可轻可重啊。像这个周都是点连竖啊，还有一种点连竖是点完了之后往左上方啊，往左放上方挑，竖心旁呢经常是用这个写法，往左上方挑，然后再下笔。如果我们给它画出线来，这个运笔路线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。再看一下，重重这个位置是吧，要轻，这竖心旁的啊啊，就是这样的写法。虽然呢在这点看不出一条线，实际上运笔是这样过来的啊，这样过来的，而不是呢先点这一点然后再竖再点这一点，不是啊。点连撇实际上呢和点连竖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，因为它的撇的起笔呢也是跟竖类似啊，比如像这周，这实际上就是连撇，是吧？你比如火啊，火左点完了写右点，右点完了挑上去写撇，写法和这个竖心旁是一样的啊，这样运笔是吧，这样运笔。点连点，这是行书里边用的最多的啊。点连点，一个呢是横向的两点相连，是吧？两点相连，一般的是吧？就是写成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啊，重轻而快，然后又重又下来啊啊。注意的是什么呢？这点重，但是不能慢，是吧？一按就迅速的撇出去，不能够呢形成一个大圆点啊，
这点不能是形成这样的不行，啊，这点一个圆嘎的然后下来不行，啊，这个呢这样的笔画呢就死了，一定要快一点，是吧？右边这点下笔的时候带有一点这样的动作，是吧？先往右然后往左下方去写，这个点用处呢非常大，啊，非常大，应该是练习的时候呢应该熟练一些。你比如说我们写这个阳啊，啊，这两点就是这样的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再比如说写这个小啊，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这个在字底下的这个针呢，也是这样的，啊，主要注意什么呢？在字的头上的时候，是吧？你比如这阳的时候，它中间这一点呢，有时候经常是可以连，是吧？而在下边的时候呢，在这两点小的两点和下边的时候呢，经常不连，啊，主要注意这一点。这是横向的两点，横向的三点，是吧？一般的第一笔和第二笔不连，第二笔和第三笔要连。是吧？这要连，这个不连，啊，比如说学，啊，这个学就是这样的，啊，动作呢，第一点、第二点，起笔时候都要重，啊，其他的地方呢要轻，啊，你比如这个减，啊。就是这样的，啊，这是横向的三点，横向的四点就是两点，这个是这个火字底，是吧？火字底一般的一点两点第三点第四点连在一起，这是一种写法。第二种写法，第一点写完之后第二点第三点用一横来带，是吧？用一横来带。再看一下，啊，一点完之后挑起来，横向就过来了，横向就过来了，挑起来第二点第三点，啊，这是两种写法。你比如说就这个点字，啊，经常的呢就是只是第一点独立，二三四点是连接的，这是横向的。竖向的呢两种，是吧？一种是两个点相连的，你比如说冷，是吧？这个呢就是一条，啊，就是一条，啊，就是一条。挑的时候要注意呢，转折的地方动作要快，这个地方动作要快，是吧？不能在这一停呢，这个字这个笔画就死板了，啊。另外一种写法呢就是这点儿然后轻挑上来，这一般用在什么呢？一般用在水字底上，啊，你比如说这个泰山的泰，是吧？它是中间一竖钩，然后这边一点这边一点，左边一点是这样的，右边一点，啊，这点重然后轻过来，啊，但是呢如果写得快的话呢就是一条，啊，就是一条就完了。这是竖向的两点。竖向三点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三点水，啊，三点水。三点水第一点第二点中间呢可以连也可以不连，是吧？这是不连的，是吧？不连的。如果连的话呢，这一部分连接的这个线条呢要细，是吧？啊，这部分连接的线条要细。多数情况下呢是不连的，是吧？很自然的顿笔提起挑起来，再落笔再挑起来，这是点儿，是吧？
点儿当中还有一种笔法，就是比如写这个求字是吧，求字这是挑是吧，这是挑，但实际上这个呢是和这个两点相连是一样的啊，这点就不单独介绍了。这是点连的写法，点连的写法注意呢，起笔的地方要重，其他地方呢连接的地方呢这个要轻。第二种是横连，叫横和横怎么连，横和竖怎么连。我们先看横和横怎么连。横和横连呢很自然的是吧，第一笔横写完之后迅速的是吧，就往第二笔起笔的方向运笔就连上了啊。比如这是二啊，三也是啊，很迅速的很自然的就连上了。注意的是什么呢，注意的就是在他收笔和起笔的地方呢不要故意的顿笔啊，不要故意的顿笔，一故意的顿笔这个线条就死了。这个线条就死了啊，这个行楷当中呢这样写可以，但是一般的行书呢就是很自然的是吧，很自然的运笔，不用故意顿笔，这是横和横的连法啊。横和横的连法当中呢有注意有一种变形用的非常多，就是这个横是吧，两横吧，它是不是作为这个这样写了，而是用这种线条代替了啊，用一个跟三似的啊这种线条代替。你比如月到这以后就完了啊，它不是说不是这种写法啊，经常写的是这样的写法啊，这是一种变形。第二种变形呢是画一个圈儿是吧，用这个圈儿来代替这个横啊，比如说日，比如日到这以后画个圈儿啊，画个圈儿就代替了横了。这是横和横连法的两个变形啊。这个其中呢有一种就是横是横折啊，横是横折，比如像弓是吧，它这个连法呢主要注意就是这个地方是个笔画是吧，笔画，因此呢不能细啊，不能细，如果细呢就不是笔画了啊。横和竖的连法，横和竖的连法注意的是运笔的路线，横写完之后写竖，不要这样写啊，不要这样写，注意啊，横写完以后写竖，不要挑上去直接就落下来，而是在这画一个圈的，这运笔是这样的。再看一下啊，横完之后笔向左上方走，然后这样落笔。为什么这样落笔呢，这样落笔是吧便于用力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笔是这样的，如果是向左上方然后再向右，这很和人的书写的生理习惯是一样的，很自然的到这以后顿下来啊，顿下来。横和竖连法主要注意这个运笔的路线啊，不要直接的就折上去啊。再看一下，这是经常用的一种啊，这样写的啊。这个竖是在横上边啊，一般的都是这样写。横和竖的连呢，还有一种是竖在横的中间。你比如说这丁，这个时候是吧，不能是这样过来。而是呢原地回接近中间再下来啊，原地回，但是动作呢不能断啊，动作不能断啊，动作不能断。这个呢主要注意是第一是原地回，第二呢动作不能断啊，动作要连贯。第三种呢就是横和竖连法呢，就是
横写完之后竖在右上方啊，右上方这个时候呢是写完横之后呢要向左上方挑来写，你比如山是吧，这是横完了之后是吧，一般呢是这样挑过来的动作呀，这样过来的。刚才讲了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有这么一动作，是因为书写的这个这样写书写比较流畅是吧，书写比较流畅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点没有具体的连也是这样过来的啊。横和竖的连法当中呢主要注意的就是这种，就是竖在横的上方是吧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动作主要注意这个啊，主要注意这个。第二个呢注意就是竖的起笔要重啊，要重，横啊和这个横的起笔和收笔呢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，主要注意这竖的起笔要重啊。这种类似的还有这比如说写这个雨字是吧，完了以后也是这样过来啊，也是这样过来，不是先写这个然后再写，而是先写一横然后挑上来是吧，挑上来这样过来啊。再比如这个戈钩是吧，横写完之后是吧，这样过来啊，这样过来。这个横和竖的连法呢主要注意是这个运笔的这个路线啊，不要这样过来啊，这样过来呢力量的感觉呢不同啊，力量的感觉不同。上面我们讲了横连的写法，下边看竖连的写法。一个是竖连横啊，竖连横。土呢也可以先写一竖然后呢写这一横啊，注意呢它的路线是这样的啊，这是一种写法。另外一种写法呢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横是翻笔上去的，比如写王是吧，这个横呢是用这个翻笔上去的是吧，我这动作大一些啊，动作大一些，这是需要很好掌握的啊，翻笔上去啊，翻笔上去用一个小环来代替的横。如果横是在竖的右边就自然的上去，你比如说竖完了之后原地回然后写这一横啊，原地回，如果不是原地回也离这个竖啊不能太远啊，不能太远，远了以后呢就分家了，比如像那个国家的国啊，同都是这种写法。竖连竖啊，竖连竖比较简单是吧，几竖连着写就行了啊，比如像是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竖连撇呢也是啊，比如这木这个动作是这样过来的啊，这样过来的，为了用力啊，为了用力运笔。竖连点儿和竖连挑都是一样的，带一个勾是吧，比如提手旁注意它运笔路线是吧，挑上来之后这样下来啊，这样下来，不然的话呢线条就死板没有节奏。下面我们看撇连的写法，撇连横啊，撇连横往往呢两笔呢作为一笔来写，比如说撇连横是吧，这是五字啊，五字这是经常用的一个啊，这个中间呢作为一笔来写啊，撇连横。这个撇连横呢如果横是在上方是吧，是这样翻笔上来啊，翻笔上来啊。撇连竖是吧，撇连竖这个竖如果是在撇的左下方就很自然的连接下来，比如说这个这一笔是吧，主要注意要一定的斜度啊，以免和这个三点水混淆。如果这个竖是在撇的笔画上，那就要原地回一下再下来，比如单立人是吧，
注意啊，不是这样过来的，而是呢原地回，啊，原地回。和也是一竖，是吧？先写一撇，然后再写这一竖，这是弯的，啊，这是弯的，弯的，这是撇连竖，啊，撇连撇，啊，撇连撇，撇和撇相连，两个撇，比如双立人的两个撇，也是原地回，再写第二撇，啊，写完第一撇之后，原地回笔，再写第二撇，动作呢要连贯，要快，啊，三撇也是这样。三撇也是这样，三撇也是这样。你比如写这个物字，啊，这是两撇，啊，比如想写这个餐字，三撇，啊，一定是原地回，再写第二，再写第三，啊，再写第二，再写第三。那么还有撇连钩，比如说犬牛旁，实际上呢，它写法和竖是一样的。撇挑上来，再写这一勾，再写这一撇，这点的动作也是这样的啊，一定要有动作，运笔要有一定的范围。撇连点啊，撇连点，比如彩字头，撇完之后，这是一点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这是自然连接啊。像这种呢，就是笔顺呢。自然连接就行了，啊，这照呢是先写一撇，然后挑上来，注意挑上来以后再写这一点，啊，再写这一点，这是撇连点，啊，经常见的呢就撇和捺相连，一般的捺呢就变成一点了，啊，这个捺就变成一点了，你比如文是吧，这撇完了以后这就一点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作为撇连点来掌握，啊，大是吧，也是这一撇完了以后这一点，注意的就是这个不要有线，啊，不要有实线连接，只是动作上的相连，啊，这是撇连点，啊，撇和挑相连，啊，实际上和撇和横连是一样的，是吧，因为挑呢类似于横，你比如说及时的及啊，这是一撇，然后呢，这是一挑，这是一挑，啊，这是撇连的写法。这个行书的连笔啊的基本技法呢，主要是这些，啊，这里边主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第一啊，第一就是笔画当中呢，不要有明显的这个顿笔。啊，转折呀，啊，什么的都不要有明显的顿笔，有明显的顿笔之后呢，这个如果不是行楷，那么这线条呢就显得很死板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要注意这个笔杆啊，并不是像这个有些教科书上讲的是直的不动啊。你比如我们看这个急是吧？如果是这么写，这直着不动的啊，线条呢就没有这个活泼。啊，就没有这个活泼，一般的是吧？小字呢，其实也有倾斜，大字呢就看得比较清楚。这点是翻笔上来，翻笔上来，啊，这点是翻笔上来，然后这点是折笔。实际上，你看运笔呢，它并不是直着不动的，是吧？而是这笔杆是在倾斜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向大家介绍行书的基本部件，也可以说是基本偏旁。先讲这个最基本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最基本的部件呢，使用的频率非常高，用它们呢再组成新字。如果把这些基本部件练好了之后呢，再学习其他的字呢，可能就更容易一些。下面我们就介绍，一共呢是48个，也是按照它起笔呢来分类介绍，啊，看看它是怎么连的，怎么写的。第一是点起的，啊，广，啊，广。注意的就是，啊，横，啊，这是这个整个是一个斜度的，啊，整个是个斜度的，啊，然后横和撇呢，中间这点是不要动的，啊，就不要再回来，
让不要回到这儿来，直接的就折过来，直接的折过来。下面是文，文，这个注意呢，它整个形态，基本是个三角形，下边要宽，撇的起笔要在中心线上，要在中心线上。立，这几笔是连续写下来，这个点儿不要故意顿，这个点儿也不要故意顿，实际就是转折笔就连下来了，立，一。注意呢，就是这个横一定要往上倾斜，一定要往上倾斜，这样字呢就有姿态。然后这一笔挑过来之后，撇完了之后，这样下来，一，户，户和广有些类似，只不过是上边是多了一个横折，然后挑过来写这一撇，因为他不可能在这儿直接写撇，然后要挑上来写。米是吧？米，注意啊，第一呢，就这个横，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，一定要倾斜，横不能平，横不能平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竖钩和这撇的连，一定要运笔要有一个比较宽的范围。米还有一种写法，先写竖，是吧？点完了之后先写竖，这是点，点挑上去写竖，然后竖挑上来写横，再写撇捺，这个就注意，竖往上写横的时候，笔呢要摆动，要摆动。卷子头是吧？一点两点写撇写捺，再看一遍，一点两点，点和横连在一块，然后是撇是捺，这是经常用的一个头，我们管它叫卷子头。鼓，一点两点上来，注意这个运笔是这样的，再写这一撇，再看一遍，这是鼓，火，一点两点挑上去，这是火。这一共是九个啊，九个就是点起笔的一些常用的部件啊，常用的偏旁。横起的，横起的干啊，注意呢，就是一再我们强调，横第一横可以平，第二横绝对不能平，行书的主要的横绝对不能平啊，平了整个字就歪了。这是两横的，青字头挑上来像写王似的，这是青字头，比如写责任的责是吧，就用这个头，这是一个写法。另外一个写法，先写两横挑上来写这个，这是两种写法，还有一种写法是要根据下边的，这个青字头下边的情况来看。你比如写青，
先写完横，啊，先写完横，再写竖，再写竖，再写这边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就是连接更连贯了，啊，这个要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看到这个字帖的时候呢，要分析它是怎么写的，啊，这是青字头，还有一个就是凤字头，啊，凤字头，三横，然后加上撇捺，这三横，撇，捺，啊，这个注意什么呢？第一横是向右倾斜，第二横比较平，第三横是往上，这是要注意的。如果三横平行，啊，字就死板了。第二个要注意的，这个撇要低，这个撇要低，而这个捺呢要高，要高，这个字呢就有动感，就有动感。这就是上面讲过的，是吧？要有变化，那这个变化包括相同笔画，姿态呢不一样，啊，楷书的变化呢比较不容易这个觉察，而行书呢非常明显。这是凤字头，啊，王，刚才讲过王，注意就是这个，啊，翻笔上去，这是一个写法。另外一个写法就是比较常规的，就是先写两横，然后挑上来，啊，我们主要是注意这种，啊，这种用处非常多，啊，王字旁，龟字旁，两个土的，啊，两个土的，先写第一横，是吧？然后挑上来写竖，中间的全部用它来代替，啊，全部用它来代替，用这种转笔来代替。再看一下，第一横完了以后，中间的全部用转笔来代替，这就是两个土的这个龟字旁，是吧？这个用的也比较多，用的也比较多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到这种环笔，是吧？在行书当中呢，这个经常使用。捻是吧？横完了之后，一竖两竖一横，啊，一竖两竖一横。注意的就是，啊，左竖和右竖，是吧？左竖右竖，上边要宽，下边要窄，啊，是，啊，三竖的，横完了之后，一竖，中间直。左边又倾斜，啊，左边又倾斜。你比如这个叠，是吧？上边就是这样的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褶字旁，是吧？主要是注意这上边的土部，啊，土完了之后挑上来，再挑上来，啊，再写这日。主要是上边这一部分，横竖再挑过来，再挑过来，啊，这是褶字头，啊，你比如写这个老啊笑啊都是要这褶字头。都是褶字头，大字头，横，这么挑过来写撇，然后写捺。注意的呢，就是撇和捺一定要倾斜，落脚点要不能平行。这是大字头，如果平行了以后就死板了，就死板了。然后这个是急，这个注意呢，主要注意这一笔，这笔要粗啊，不是两横连，而是一个横折竖和横相连。
公啊，都是三角形相连是吧？都是倾斜的连啊，公啊，艮字旁。比如这个梁啊，啊，垦呢，啊，都是用这个，啊，都是用这艮字旁，用的很多。雪字底，啊，雪字底，再看一下，竖完了之后。挑起来写这一横，再写这一横，啊，比如像雪呀，竖完之后挑起来，啊，挑起来，啊，这个呢也有一种变形的写法，就中间这一横，是吧，变成一个短的，是吧？比如像雪，这么转过来。啊，转过来就完了，啊，这是变形的写法。然后是雨，啊，先写一横，挑上来，挑上来，再写这个竖横折钩，啊。再看一下，先写一横，挑上来，这么一转就完了。刀，啊，运笔路线是这样的，啊，横折钩之后要画一个环，再写来，只不过中间呢不要连上，是吧？刀，刀和隶是一样的，实际上，所以为什么挑出这些来练呢？就是它有代表性，是吧？你会写刀，就会写隶了。右。这点是一点，捺变成一点，啊，注意的就是这个折笔的时候，啊，是要接近中间，啊，接近这个线条中间，啊，而不能啊，这样就不好看了，啊，这边太短了，啊，格，啊，看好这个，啊，这个旁，啊，是这样过来的。这是横起笔的啊，基本的部件。我们看竖起笔的口，有个倾斜度，然后挑上来，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挑过来，啊，中间这位置挑过来。注意，它这一定是斜的，是吧？我们看延伸就看到了，它是斜的。如果不斜就没有姿态，不斜就没有姿态。田，田字旁，过来，转过来之后，注意先写一般的，先写一竖，是吧？先写一竖，然后再写横，啊，再写横。它为什么先写一竖呢？是因为啊，它有的时候这个下边还有啊，比如这个位啊，先写一竖，自然呢就连到这个下边这个竖笔了。也是为了连着方便啊。日，日字旁，中间呢一横变成了一个圈儿，这是变成了一个圈儿，啊，变成了一个圈儿，啊，只不过写的时候呢速度一快啊，这个就分出来这个主要笔画和次要笔画了。你比如我们写快一点，是吧？这点呢不是很明显的。背，挑过来，啊，挑过来，这个呢，只是运笔动作上有，线条上没有。四，中间本来是一撇一个竖弯，变成了两点，变成了两点。你比如这个最，是吧？
中间变成两点，注意呢，这两点是这种形态，上边宽下边窄啊，不能够呢是平行的竖线。金竖完之后挑上来，再写一竖啊，再写一竖啊，在转折这地方不要顿笔啊，转折的地方不要顿笔，顿笔之后呢，这就成了楷书了啊，笔画呢就不灵活了。上一般的是一竖之后原地回写一横，再挑过来啊，再挑过来，是这样的，原地回写横再挑过来写这个，这是一种写法。另外一种写法，先写横挑过来写竖和横啊，这是两种连法，但是经常用的是这种啊。纸啊，一横一竖两竖横连横啊，这是纸啊。纸呢还有一种这个接近草，就是草书的写法啊，草书的写法，竖横过来之后挑一点两点，这是指小，注意就这两点啊，要有宽度啊，要有宽度，这两点之间呢一定要有呼应，呼应靠什么呢，就靠这两点的形态啊，并不是说有中间有这个线条连上啊就能呼应了，而是靠这个形态，这都是，这是运笔路线是个 S 型啊，你比如像井啊，都是用的这个小啊，用处也比较多啊。柿子底是吧，柿子底啊，写法呢和枝差不多，只不过中间少一点是吧，你比如柿啊，就是用的这个柿子底，这是竖起的啊，撇起的，撇和横连刚才讲过了两种啊，这个铅啊，自然连过来挑过来写这一竖啊，还有另外一种连法，先写竖，先写竖，然后竖写完了以后转上来写这一横，腰撇，这实际上就是大，下边是大了是吧，下边是大了，注意呢中间不要写实，要虚的，要虚的，月转上来翻笔上去再折下来，中间像个三啊，中间像个三，云上来之后也写个三，这种形状的啊，也可以写成两点，这么一挑啊，这么一挑，白啊，一撇呢加一个约，注意呢这个挑上来，因为它是斜的啊，这笔斜的，所以它上去以后呢中间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啊，中间是个三角形的，不能写成竖的啊，写成竖的就死板了是吧，这就死板了，一定要斜的是吧，挑上去，运笔路线是一个环形的，但是表现出来呢不是。B 啊，撇挑上来再转过来，这是 B 啊。找
找。在头上呢是三点啊，头上是三点，刚才讲过点和点连呢就这三点，实际上这就是撇和点连完之后又是点和点连。人人字头撇完了之后上来，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了，是吧？一再强调的，它一定是倾斜的，是吧？如果不倾斜呢，字反而显得歪，显得死板，啊。比如说“金”字，这是“金”字，啊，它是倾斜的，这样就有姿态，啊，这样就有姿态。“个”字头啊，撇，这个头是吧？也可以叫条子头，啊，腹字底，这个要长，是吧？这两个区别主要在于第一撇的长和短，啊，注意，主要在于第一撇的长和短。如果在下边一定要长，它以免这个，以便这个对称，是吧？以便对称。然后是锥字旁。上来啊，这刚才前边讲过的那个龟是吧，就是用这个笔法。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个最基本的部件啊，最基本的部件。因为我们把汉字作为一个精美的建筑啊，逐渐的一点一点的给它建筑起来的。把这些基本部件呢掌握好之后啊，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，就会不论分析还是练习都会方便很多。在练习基本部件时，主要注意这个运笔要灵活，中间呢不要有明显的顿笔，这样的话呢反而觉得轻松啊自然。关于评书的基本连法和基本部件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下次呢我们再继续讲它结构上的一些问题。再见。朋友们好，我们继续讲行书。在前几次呢，我们讲了行书的啊基本的笔法，也就是最基本的连法和常用的构字部件，这些呢应该是反复练习来掌握的。这次呢我们介绍一下行书它这个合体字组合的原理啊，以及构字部件在合体字当中的变化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学好了一个部件之后就完全用它来组合，不可能。在组合当中呢会有一些变化，这些变化呢它是有规律的，这个规律就是和它这个结构原理有关系。在楷书当中呢，我们讲了这个楷书合体字的组合原理，这些道理呢在行书当中呢也是适用的。比如说左右结构的字要以右边为主，这个在行书就更突出了。上下结构的字要以下边的偏旁为主，在行书呢也是更突出了。楷书呢比较端